不要被电视剧骗了，这才是清朝女性的三寸金莲。图四名伶杨翠起三寸金莲的古代美女，以现代的审美观来看，实在欣赏不了。当时双脚被缠得小而巧，被称为金莲，缠果较大者会被耻笑为莲团。如图所示，这位晚星女子应是金莲，不要被电视剧骗了，这才是清朝女性的三寸金莲，显得头重脚轻之感，看着都疼，却是那个时代美丽的标志，令人匪夷所思。清朝女性的三寸金莲的老照片，这位富家小姐容貌清丽，气质温婉，只是这小脚看着都疼，加之宽松的衣裳衬托，完全看不出脚，毫无美感可言。这张是晚清著名的名伶杨翠喜的美丽倩影，佳人十四五岁出落的美貌动人，肤如凝脂，面如娇花，妥妥就是尤物级别的存在。只是这三寸金莲看着都疼，晚清的女孩一般在五六岁开始缠足，用掌部将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连同脚掌折断，弯向脚心形成笋形的三寸金莲，肯定痛彻心扉。图为小女童的老照片，这小脚真心欣赏不了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